来了来了。哎，看你怎么过去。我看是谁敢拦我，听不到喇叭响吗？看不到是昆车过来吗？看到了，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你让我结不成婚呐、啊？你结不结成婚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要想结婚，你就走那边那条路啊，你走这条干嘛？哎呀，这条修好的路，这么大的路我不走，我走那边，我走路啊，那边路那么久，我怎么走啊？哎呀，你也知道这条路好走啊，那当初修的时候你怎么不给钱呢？我干嘛要给呢？我又不是经常走。哎，我就告诉你啊，当初是怎么说的，里面就我们两户啊，都说了地我家出了，钱我家也出了一半了，就差那么几万块钱，叫你出点钱你都不出，现在你好意思大摇大摆的从这条路走过去啊？我，你以为我不要钱啊？我还要钱啊，买车买房娶老婆呢，我的钱不是钱，大风刮来了，来用来修路，我的钱乃是用来干正事的，娶老婆的，买房买车的，滚！哎，不要乱动手啊！我告诉你，放开！今天我就不给你过了。想怎么样啊？想怎么样？想你走那边那条小路？你不说那条，那你当初怎么说的？要有那条小路走就行了，何必走那么大的路呢？亲爱的，怎么回事？怎么下来那么久还没处理好啊？看到两个啊，拦路虎啊，在这里啊！哎，对呀、啊，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你们干嘛拦我们的路？好像有点不道德吧？不道德的他，我问问他，这一条路是我们家自己出钱、自己让地给修的。当初修这条路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了啊，为了方便子孙后代，他家也在里面，叫他出就剩那么几万块钱不够，叫他就出那几万块钱，他死活不出。那今天我们大婚的日子，有什么事情等我们明天过来再说吧。哦，对对对，结完婚再说，结完婚我补回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结完婚我还能找得到你人？我告诉你，我就是趁着你结婚才拦你的，要不然我都不想拦。你看，所以他们这种人啊，真的是见不得人家好，看到人家买车买房又娶老婆了，心里面啊羡慕嫉妒恨啊。你看现在，你看就他们一户在里面啊住着了，我家已经搬到城里去了。那搬到城里，那你还回来干嘛？就是了。那今天我回来结婚大喜日子，回来拜一下祖宗啊。俗话都说，哪怕再有钱也要认祖归宗啊，是不是？我也不拦着你认祖归宗啊，你该走你那边那条路你就走你那边那条路，这条路我说了，上面刻着是我们家的名字，就是跟你们有份。亲爱的，那个吉时也快要过了，那现在怎么办呢？还不讲理是不是？我把他丢进里面去。你还敢出手啊？啊，真的是。哎呀，好行，好男不跟女斗，你们没文化真的是太可怕了，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打电话给村长。你还好男渣男？喂，村长啊！哎呀，我实在是，哎呀，今天结婚都被人拦路啊，真的是太痛苦了。结过婚人家都不让我不愉快啊。你现在赶紧过来，就在村口这里，快点快点啊，快速度一点啊，就在我们家一两户那里那条路口那里，不是打正村路口啊，行行行，好，拐到我家村路口那里，好，行，快点啊。嘿呀，你叫个村长来，他本命是烧死你的，不是烧死我们。嘿，村长是啊听我们的，公平公正会帮我们，哪像你们拦路啊，可耻啊。传出去人家说，嘿呀，那个村啊有两个女的来这里拦人家路啊，传出去啊，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两个以后嫁不出去啊。哎，干嘛呢？哎，村长来了，哎，看就是这两个在这里拦路啊，拉我们。你们两个干嘛要拦路啊？干嘛结婚了？今天他结他的婚，我也没有让他不结婚啊。这条路我都说了，是我们家自己出地、自己出钱给修的。当初修这条路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了。哎，叫他就捐一点钱，他都不捐。哦，原来是为这一件事情啊！哎呀，小杰啊，当初真的是修路的时候，你就应该捐点钱，啊，出点力。啊，这修路搭桥啊，是村里面的公益事业啊，个个都是该出钱的有出钱，该出力的出力。你呀、啊。不但不出钱不出力，还百般阻挠呢。村长，你说什么话？我的钱啊，很辛苦才赚来的，好不容易赚了点钱，要娶老婆、结婚、买车、买房了。而且我这农村房子，我也不是经常回来，偶尔回一两次。我捐那个钱干什么呢？几万块，我白花在这修这条路啊。
不行啊。哦，你家的钱就是钱，我们家的钱就不是钱吗？我们家的钱是大水冲来的吗？就是了，凭什么我们家的钱啊，修好让了地又出了钱修好是为你服务的吗？哎呀，你反正你们以后啊都住在这里，我不一样啊，知道吗？哎呀，亲爱的，我刚刚听了那么久，我总算听明白了，原来当年是你不出钱也不出力，你现在人家拦你也是有道理的，你赶紧跟人家道个歉，然后我们把那个钱给补上吧。我道个屁呀、啊，跟他们道歉。哎呀，明明是你在错，再说修路搭桥乃是公村中的公益事件，你怎么能这样子呢？再说这也是可以为造福子孙后代啊，你这样子做以后我嫁给你，我怎么能面对他们呢？小赶紧跟他们道个歉吧。你就听我一劝吧，他们今天来拿你路了，主要是为了争那一口气啊！你看现在路也修好了，你再捐再多的钱也没用，他们是拗不过那口气呀、啊。我觉得啊，你只要跟他们说声对不起，他们会原谅你的。赶紧道个歉，等一下集资就要过了，亲爱的。哎，真的，得说一声对不起就行了。嘿，态度要好啊你。哦，那我说一百句都可以。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没有，亲爱的，你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呀、啊？嬉皮笑脸，他就是欺负我们啊！这些年欺负了我们多少了？哎呀，你看，难怪呀、啊，你们在这里来都见不得人家，难怪你们家没有男丁，你老妈就生了你们两个女儿。哎呀，真的是，哎呀，没有儿子传宗接代呀。你今天不诚恳的道歉，你就甭想从这里过去。赶紧跟人家道歉啊！这个婚还想不想结？我刚道歉了，他们自己不要，还不要。你看，村长还带头在这里了。我看你还没有意识到错误。行，既然你不道歉的话，今天这个婚我也不跟你结了。真的是，你真的是村中的老鼠屎、眼睛钉啊！我算当初在这撒了野，我才会跟你结婚的。今天我不跟你结了，你好自为之。哎，老婆，好，报应来了吧？你看你们。好端端一桩婚事被你们搅完了，也都说了结婚乃人生大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了，现在你看搞得婚婚都结不成，你们两个也是，村长你也是，都不帮我的，不为我着想的，也都说村长又为民服务啊，你看你没有为民服务，反而啊助纣为虐呀、啊、真的是，以后这个村啊我也再也不回来了，不跟你们，你最好不要进来，跟你说行，我再也不跟你们为伍了，老婆拿给我吧，对，老婆教有男人自作自受吧，就是我们继续拦着，以后看见他一次再拦他一次，永远不给他进去。好，对，那你们先拦着，我先回家了啊。好，谢谢你啊村长。不用了啊，姐呀、啊、我们就拦着，对对。干什么？哎呀，你要送一个，我看看。哎呀，这小孩，哎，嗯，快，快上去。哎呀。好了，在这里应该安全吧？那个房子加到你压下，对，再小心捂一下。哎呀，哎，发了就来，哎，买一送一。现在天色还早，我们晚一点再行动。现在太招人冷目了。那大哥，我肚子饿了不？那去外面找个饭吃。对，先找个饭，应该没事。这个房子，哎，先打电话给商家看看。我也是差点把这个事情忘了，对，先打电话联系好。喂，老板啊，现在搞了一个小孩啊，一个妇女，哎呀，本来想捉个小孩的，这个女的多事，人都也把她抓来了。哎，好，什么500万啊，我有发了。好，今晚见啊。500万啊，两个已付500万了、啊、对哎呀，我下半辈子不用愁了。哎呀，去吃饭，谢谢。哎呀，
被绑住了。哎呀，还有个小孩，怎么样？阿姨，哎呀，你也被绑住了，快过来，我帮你解开。快，你走得了吗？站起来，走路，站起来，能不能站起来？我看看。哎，来来来，我帮你绑开。谢谢。哎呀，这些人太坏了，真的是。你认识他们吗？不认识，不认识。来来来，我帮你解开了，你帮阿姨解开好不好？好。快快快快，看看怎么绑的，帮阿姨解开啊！能解吗？哎，快走快走！哎呀哎呀，你是什么人啊？哎呀，干嘛进我三叔公家？这是你三叔公家啊？是啊。哎呀，大哥，救命啊！我们刚才被人绑在里面呐、啊！哎呀，你是不是小偷来的？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是这里的保安，跟你说，你不要不要乱说啊！不是，我们真不是小偷。我刚刚在菜地看到这个小朋友被两个男人抓住了，迷晕了，拖上车。我想上前阻止的，他们连我也迷晕了，然后绑到里面了。真的？是啊。哎呀，大哥，救命啊！我是小偷呢，对不？不是。哎呀。你放我们走吧，等一下他们就回来了。他们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说去吃饭的，等一下他们就回来了。吃饭去了？是啊。哎呀，既然他们是坏人，又是人贩子，干嘛不把他抓起来呢？哎呦，大哥，哪里抓得起啊？你看你也那么小个，那两个那体型这样的，好大块的，我哪里抓得住？不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必须要把他一锅端了。那今天我们来个关门打狗，把他先引出来，把他等一下我们一起，我叫多几个人过来，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啊！是啊，先把他引出来吧。那我们先进去把你恢复原样，等一下我叫很多人过来，把他抓起来。你保证回来哦。哎，我们一起，哎，你先进去吧，我们先进去。不要怕，不要怕，有我们在呢。那两个。好大一块的，两个都是很大块的。他们只有两个人吗？是两个，可是两个很大的。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就害怕他们两个。等一下，你们不要紧张，假装到不知道，我们先躲起来，等到他们进来的话，我们再冲出来。哎、那我们赶紧今天恢复原样，不用怕啊，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啊，不用怕啊。等一下，一拥而上啊！好，做准备啊，小朋友，不用怕啊，闭上眼睛，像刚才一样。哎呀，跑不了，我都说跑不了吧。对呀、啊、你肯定不会跑得了啊。干嘛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我放开放开把我放开嗯快来呀快来呀快干什么你们两个你们几个你打我哎呀哎呀哎呀真的是好大这两个真的是放开哎呀给你干嘛干什么不管你们事啊来了来我们自己没有想啊，得抓一个去呀！现在还说谎，这两个绝对不是好人。我刚刚迷迷糊糊听他们说什么500万呢、啊？哎呦，肯定是。老实说，你看他刚说，你说没有小孩领养一个小孩回去，那你为什么连个大人也抓呢？他多事，我们不想要小孩的，他多事。我对呀，我多事，就是他。我看到他们两个半路对这个小孩子下手，我想阻止的，可是他们两个连我都迷晕了。原来这样子，而且你要小孩，你要通过合法手续来领养啊。而且啊，我看你们啊，你看肥头鼠脑的，就不像个好人，肯定不止这么简单。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迷迷糊糊，他们听到他们打电话说什么500万呢、啊？哦。老实说，怎么回事？什么？什么？哎呦，我们要的是钱。你看，要的是钱，是不是要打算把我们拿去卖了呀？对对。哎呀，承认了，这种人贩这么可恨呢？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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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里来抓，真的是太贪玩了。你在我们知道做了，捉了还好不好？捉了还不算，还懂得还说什么？哎，好像说晚上行动才方便，说晚上再出发呢。真的是，老子说你们要把小孩卖到哪里去？卖到什么什么三角呢？哎呀，还捉你，你还捉？养过我们吧，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啊，刚刚还说自己想养小孩，你看现在又上有老下有小了。你也不要装可怜了、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像这种人贩子啊，你总算是栽在我们的手上了。又不是我们这个啊这么正义的保安遇到的话，我们还不知道呢。你们还这么会挑啊？挑这个房子？哎呀，这三叔公家一家人移民啊外国去了。哦，你们趁这个机会想在这里尝一下晚上再出发，你们想的还挺周到。张志昂口告诉你们，你们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的。这么会挑时间，我估计他们肯定是踩过点了，要不然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对，也是惯犯。就是了，你们坏我们的好事，有你们好看的。对，盯住你们的，盯住我们。还那么标准？你有没有想一下，你抓了人家小孩卖掉，人家的父母怎么活下去啊？你们还可以威胁我们？是，我告诉你们，邪不胜正，懂不懂？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的。现在啊，先报警，我先报警。不要报警啊！先报警，先拍个安全。喂，啊10是吗？啊，在我们村这里。啊，抓了两个人贩子，他抓了啊一个男孩，还有一个妇女啊，准备要卖到金三角去啊。你现在马上过来，在我们村啊，我们是啊旺旺村的啊。好，行行，谢谢啊，警察叔叔啊，好。我们知道错了，给个机会给我们吧。太郁闷了，机会像你们这么狡猾，给机会你啊。到时候出去呀、啊，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呐、啊！你们我不敢了，不敢了，不敢，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是不是？就是这些人，你们报警，我们这辈子就完了，完了。留着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其他家庭才是真的完了。对呀、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做完错，我们不知道错了，那你们干嘛要做这个？你们父母啊，把你们养的，你看这么肥胖肥胖的，你出来竟然干这种坏事，人家是吧？生来要对社会有贡献，你们还祸害人家，真的是社会毒瘤。来，警察叔来了，站住！我不认，走吧，大家。好了，这个我不认识哦，你村长、啊、不认识的，我也是半路遇到的，你帮他找一下家人啊。那行行，没事，等一下交到警察叔叔那里去，你们去路过，你是大人，你路过口供啊。行行行行，啊，让他们一锅端了，好吧、啊，到时候再送这个小朋友回家啊。好，好吧，那走。哎，舍得回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舍得回来了？这是我的家，我不回去哪里？一个晚上都没有看到你人影啊！刚亮你就回来，什么意思啊？晚上出去活动活动嘛，你再叫你们照顾小孩就行了。哎，家人不是有你吗？一天天的，你能不能像个样子啊？饭也不上，小孩也不带，活也不做。哎呀，你带就行了，别人烦我，我要回去睡觉。回什么回？人家都春耕了，人家都播种了，我们家还没开始。那你去干就行了，我一个大老爷们，你叫我干这种活？哎呀，真的是的。行啊，我去干。那你带小孩啊，我把小孩给你。我哪里会带？你带，人家哪个家里不是小孩女人带小孩？你要都要我带？不会，你学啊，谁天生就会带的、啊？你带就行了，去干活，别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干呢、啊？啊，你看你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每天都是出去花天酒地的，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我问你啊，今天你什么意思？是不是烦了你？对，我今天就是烦了。我受够了，打你信不信？你打！真的是你，哎啊！好好的活你不干，你非要来打扰我、骚扰我，滚！没人叫我滚！骚扰你，我真的是了，我骚扰你，我嫁给你，没车没房没存款，我都没有嫌弃你啊，你还跟我说我骚扰你？哎呀，哪个家里面不是男的说了算？你出什么声啊你？我做什么事用得着你管吗？谁你说这话？这日子我也受够了，马上离婚！好、啊，
离还，离就离，谁不离？这孙子！对，走，马上走！哎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姐，哎呀，弟妹呀、啊，你来我是欢迎的，但是你带他过来干什么？我们婚都离了。哎，我就是带他过来跟你道个歉的。你看他回去那么久，他也知道错了。我刚刚啊在路上也教训了他一顿了。小林啊，自从你离开了我以后啊，我才发现没有你真的是不行啊。家里面现在我一个人呢、啊，过得乱七八糟的，家不像家。你就跟我回去吧，给一次机会给我。回什么回呀、啊？我好不容易解脱了，你现在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嘞。那种日子我也受够了。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以后啊，家务我全包了。对，我来监督他。你看我这次回来，就是特意回来监督着他的。这句话你说了多少次了、啊？狗改不了吃屎啊！我不回。哎呀，你就给这机会嘛，我一定好好的去挣钱养家啊，而且把家里面啊的家务活全包了，对小孩好，对你好，怎么样、啊、你走吧你走吧，我现在过一个人过我觉得清静。哎呀弟妹啊，你他这个人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希望你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看毕竟哎呀，结成一对夫妻也不容易，是不是？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弟的为人，每天都是跟那些孤朋狗友出去鬼混，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小孩，还要干活，家里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承包了。你给他一次机会怎么样？我保证，我以后啊，我就专门盯着他。我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打听过了，已经帮他找好工作了，到时候我就专门在家看着他，督促他去上班。小林啊，你，哎，所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我们多年的啊爱情上面，你就跟我回去行不行？你看平时我就是这个人，我除了懒一点，我对你对小孩也挺好的，是不是？他就是以后啊，我就希望你管着我，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话。我不回。你说向东，我绝对不敢向西。你走吧，走吧，走吧，我不想再听你说那么多了，你走吧。哎呀。小林老婆，你给一次机会嘛，我看在要不看在孩子的份上。哎呀，那么吵。哎，大舅哥。哎呀，干嘛、啊、你们？哎呀，我令他过来跟小林认个错。对，我今天来真的是曾经悔过。你大舅哥，你帮说了好话嘛，叫小林跟我回去复婚。我都不想说你了，你老是曾经悔过。我们呀，回娘家回来多少次了？这是离婚了。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再那么懒了、啊、小林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对，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监督他的，绝对不让他再出去跟那些狐朋狗友啊在那鬼混的。你帮我，是不是诚心悔过的？我真的诚心悔过。那你要监督好啊。没问题，帮我多说说好话啊。哎呀妹啊，要不就算了吧，毕竟小孩子还小，你就为小孩子考虑考虑、啊对啊、跟他先回去吧。哎呀小孩，如果你一个人带着也不好，是不是？到时候人家都说他是有娘生没爹教的。是啊，小孩没有父亲可能以后性格会有缺失的。看看你们说的也对啊，但是你一定要改啊。放心，他要是不改啊，我第一个先把他腿给打断。那看在小孩的份上，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吧。哎呀，听到没有？知道，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多谢老婆。哎呀，孩子，哎呀，你要好好珍惜机会啊。你也该好好想想了。你们现在才一个小孩啊，到时候要是再生个二胎怎么办？你再不工作啊，真的是我狗腿都给你打断。哎，人家都说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努力呀、啊。你也是、啊，不能吊儿郎当的，做人要有点上进心嘛。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我以后啊，我就负责在外面挣钱养家，你就在家里面貌美如花，怎么样？好。告诉你啊，要是你改不好的话，我妹啊，随时回来。妹啊，你放心，要是有什么他做不好的，你随时回来这里。我这个家永远欢迎你。哎呀，那行，那多谢了啊，那我们回家了啊。走走走走，好，回去吧回去吧。哎，大舅哥，那我们先走了啊。嗯，行行行。
阿姨，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啊？愿意啊。钱不会少你的。是吗？对对对。哎，那感情好啊。哎，那走走走走。好好好。这边这边。哎呀，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怎么找这么老的？我们这么年轻的他不找。是啊。哎呀。哎呀，阿姨，你快点啦！哎呀，年轻人呐、啊，你要带我去哪里呀、啊？哎，去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哎。说好了，一定要听我的话啊，听我安排啊。哎，这都走了多久了？我都快走不动了呀！哎、再忍忍啊，钱不会少你的、哎。快点了，快点了，快点了。哎呀，快点，阿姨！哎呀，等一下我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就行了啊！给钱给你，你就拿着啊！哎，行行行，有钱收就行了。哎，大勇，大勇，哎，嘿，大勇啊，我见你啊，你老婆都去世那么多年了，你一个孤寡老人，孤苦伶仃的，很寂寞是不是？哎，今天呢、啊，我特地为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你看。我觉得跟你特别般配，这个啊，年龄又相仿啊，一看上去就是那种贤妻良母的那种啊，你好好待她，说不定啊还能生呢。真是说什么话呢？你哎，给站好一点，给他瞧瞧，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哎，那可以就行。那给点见面礼人家啊，有点诚意啊，是吧？哎呀，原来是相亲的呀！都那么老了，哇，那么多啊！给多少合适呢？哎呀，你看着给吧，哎，给的越多，代表你诚意越大。哎，这样啊，那我就豁出去了。哎，那谢谢啦。哎呀，大勇啊，你看现在天色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回去，明天我们再过来。明天呢、啊，带着身份证过来，马上去办结婚证了。你看来都来到这里了，不进屋吃晚饭再走吗？我张找了有5年的土鸡呢，我上厨给你们尝一下。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怎么样？既然有土鸡，刚好我肚子也饿了。那行吧，阿姨来进去吃个饭。好好好，阿姨你慢走啊。这回啊，你有老婆了。阿姨啊，我就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啊，那你就慢走，我就先回去了啊。哎呀，那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些钱是那个刚刚那个老大哥给你的，你就拿着吧哈、啊。哎呀。我用不着那么多，我要2张就行了。拿着吧，他给你的啊。有这钱我花着也不安心了。没事没事，他有的是钱啊。那就这样啊。哎，那个，你还有什么事？哎，就是我看你这个人挺会做媒的，是吧？就是我啊，你看我老伴也去世了那么多年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再说了，我也不想去那里站了。看我年纪多大了，我也抢不过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我想找个老伴，就安稳度过剩下的日子。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老伴呢？真的？哎呀，我都那么老了，去那里挣不了几个钱呢。哎，那刚刚那个老大哥，你觉得怎么样？刚才那个啊。我看挺好的，人长得又高大，而且又大方，又有钱。哎呀，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带你回去找他。哎，那行那行，那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爸，告诉你啊，成了成了成了啊！怎么叫爸呢？他，阿姨，我也不瞒你说，他是我老爸。啊，你老爸呀、啊？啊，那你们刚才还玩这一出？哎呀，阿姨呀、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老爸是个退休工人，我老妈早几年已经去世了，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看，我要在外面工作，没人照顾他。哎呀，他也想找个老伴，然后他说他天天去那里买菜，去市场买菜，经过那里就看到你，他说好喜欢你，他跟我说，
所以说我就想了这一脚啊，满足一下他的心愿，把你带到我们家来，让他多瞧两眼你。没想到，哎呀，真的是天赐良缘呐、啊！怪不得我刚来的时候看着他好像有点面熟呢，原来是你呀、啊！哎呀，那老爸，刚刚阿姨跟我说了，她也想找个家，找个好归宿。那既然你有心，他有意，那么你们两个啊，就找个黄道吉日，就把这事给办了。年纪这么大就不办了？哎呀，别说这种了，到时候请让街坊邻居过来喝那三五杯，让他们做个见证。我没什么意见，看你们父子俩的。啊，那你家那边还有什么人吗？到时候叫他们一起过来。没有了，我就一个孤寡老人。哦，哎呀，那么可怜。那老爸，哎，虽然说我是你的儿子，但是啊，我还是啊、提醒你啊，建议你啊，你一定要对老妈好，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你看她现在就剩她一个人，都怪可怜的了啊，必须得的，给足她温暖了、啊。哎，放心，老爸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哎呀，那就行了，那进屋，哎，妈，哎呀，想不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有个儿子，还能有个家呀，进去啊。老爸、啊，我玩捉迷藏吧。好啊，来数数。好，你洗头发姐姐被捉走了。嗯，往哪边跑了？那边跑。那边呢？走，快点！站住！快点，下来！哎呀，你们人贩子，太猖狂了！快点下来！站住！打门！站住！干嘛呢？干嘛？哎呀！站住！打门！你们不要命了？不要命？应该是你们不要命！干什么的？哎，对。干嘛呀、啊、无缘无故的抓人干嘛？小孩带了小孩、哦、这小孩晕了，把他弄起干啥？能不能弄起？哎，进来，如果小孩有什么事的话，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有你们好果子吃，跟你们说。说为什么要抓人家小孩？哪里是人家小孩、哦、我小孩、这个、小孩晕的。哎呀，小孩子抓真的是。哎，姐姐，醒姐，是不是他们两个抓你啊？啊，是，人贩子是吗？哎，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居然敢做这种事情，还有没有王法啊？抢小孩？哎呀，我们是抱个回去养而已。是啊，我们结婚那么多年，生不出来就想抱养一个嘛。哦，抱养一个，你不知道那个是啊，人家的小孩呀、啊，是祖国的花朵啊。哎呀，我祖国的花朵我们也会培养啊。那你抱养也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不要去抢好不好？哎呀，那正规渠道的手续太麻烦了。是啊，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吗？啊，我哎呀，我们不懂啊。哎呀，我们初犯啊，你们这种社会毒瘤，人家必须彻底铲除，跟你们说啊，我们不是，你们现在破坏的是一个家庭啊，一个祖国的啊花朵啊，一个小女孩的未来都被你们这样啊摧毁了。没有，我们抱她回去，我们会好好对她的。是啊，我们破坏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完善我们的家庭。那你有想过人家父母的感受吗？哎呀，他们那么年轻，证明你看他都有两个了，证明他能生，他还可以再生嘛。你这个女人怎么还执迷不悟啊？你们手机马上报警！不要报警！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要太可怜。刚刚你还说不会生，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就说你有100岁的老爸也要报警。110吗？好，我们是旺旺村这里啊，三岔路口这里有两个疑似人贩子啊，被我们抓住了。啊，你们快点过来吧啊！好，我们等着你们了。这事不赖我，都是他出的主意啊，是他出的主意，不关我的事啊，因为放我
脸干这种啊非法的事情。呀，你怎么怪我？干怪起我来了？看起来说干过多少回了？哪有多少回？这种事情能天天干的吗？哦，还说是报给自己讲啊，原来是真的是人贩子啊！说抓那小孩去哪里？说，去那个金三角啊！哎呦，金三角，看来你们干了不少哦。没有，今天第一回呢。今天第一回，公安局到都知道的、啊。我们一直以来第一回。哎呀，对，一直以来就是出发第一回。说漏嘴了吧？不管你们干了多少回，必须要教你们绳之以法，是一辈子的免费马桶、哎。不要！楼底在那坐穿着，你们说？你们抓他就行了，不关我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我是被迫的，他我不来的话，他就打我。哎呀，两个都是人贩子啊、哦！抓他！也是啊，我逼他的。逼他、啊、等一下你们所说了将作为呈堂证据，跟你们说有什么跟警察说啊？不要啊，我不去警察局，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狗咬狗，这种社会毒瘤一定要彻底铲除。哎呀，你们抓你们又要祸害下一个家庭了。是我的主意，你放了我老婆吧，抓我就行了。你还好意思